利用进行三倍券加倍做爱心。关于完温之化是跟彰化市民代表黄林如拿到三倍券去买100包的白米，然后是来关怀慈生仁爱院，更加利用机会协助院方行销撇好工厂的中秋节礼品。关于完温之化为后车道把白米搬下来，这批总共100包的爱心白米是用进行三倍券购买，因为进行三倍券的价值放大，将这批白米关怀慈生仁爱院。除了关注今年一期丢作的新生白米以外，也趁机会来替慈生仁爱院的庇护工厂做行销。特别是今年的中秋送礼，呼吁乡亲会当多多采购社会福利机构的产品。就是想说用振兴券，然后也来消费，然后希望说可以买一些米来捐给我们慈生仁爱院。好，那今天其实最重要的也是要来呼吁，就是说，因为在前一阵子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其实市场上是蛮冷清的。那在即将快要到来的中秋节啊，我们希望可以在今天我们来慈生仁爱院的时候呢，然后也希望可以呼吁我们社会大众，其实慈生每年哈，他们的老居工坊都有在做这个中秋月饼礼盒的一个贩售。那也希望说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响应这个爱心的月饼哈，因为这个慈生仁爱院它这个老居工坊里面的月饼真的是充满了所有我们孩子的爱心。受到疫情影响，现在社福单位的捐款拢减少，好佳哉有真侪善心人士，都会甲进行三倍券摕出来捐。温志化在处呼吁民众做爱心，无限现金或者是三倍券，希望民众会当给这群新众朋友一个鼓励。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